我是力大无穷、朴素廉洁而又故事多多的大象博士。哈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原献辞宿。原献啊，是孔子的学生，家里非常贫穷。有一次原献的生日到了，他的同学和朋友们就准备了礼物，去他家给他过生日。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所以就没有提前告诉他。但是他们谁都没有去过原献家，他们能找到原献家吗？下面啊，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。原献辞宿。周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原献，字子思。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。原献出生在宋国，是孔子的学生。他非常尊敬他的老师孔子，每次布置下来的作业，原献总是会按时完成。今天的事情绝对不会拖到明天再做。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孔子当然也非常喜欢他，经常在同学们的面前表扬原献。原献的生活非常清苦，关于这一点，去过他家的朋友都知道。有一天原献过生日，他的朋友和同学们都到他家来给他庆祝生日，并且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。他们约好结伴而来，准备给原献一个惊喜。他们四处打听，终于知道了原献的住处。但是当他们看到原献家的房子时，突然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他们看到一座破旧不堪的房子竖立在眼前，没有任何观赏性可言，最多就只是能挡风避雨。房屋的门是用稻草编织而成，一个不大不小的钢口用来做窗户，墙体用黄泥垒砌，屋顶也是用干稻草铺成的。房屋的四周被树枝包围起来，形成一个简单的院落。院子边上种了两排小青菜和辣椒。正当朋友们站在栅栏外为原献家叹息时，原献刚好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抬头看到那么多熟人，既惊讶又高兴，因为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家里，于是连忙招呼朋友们到屋子里坐。他忙前忙后地替朋友们搬凳子倒茶，他忙得停不下来，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地方坐。因为他家实在是太小了，一下子很难容得下十几个人，所以屋子里能用的地方全都被用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原献终于闲了下来，他就坐在了门槛上，准备好好和朋友们说说话。这时大家才注意到他，原献坐在那里，头上戴了一顶草帽，大概是之前他正打算出门去田里干活。这时他不经意地用手正一正帽子，帽子的带子竟然掉了。原献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。更糟的是，原献在正帽子的时候震了震手臂，本来就不结实的衣服一下子被蒸破了。原献无奈地苦笑了下，
因为这是他最后一件能穿的衣服了，结果现在也破了。他心里想，唉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突然间，整个屋子都安静了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其中一个朋友站起来说，原先我们今天来是来给你过生日的，这些是我们带来的礼物，不是很贵重，希望你收下。还有今天既然是你的生日，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，我们一定帮你。袁宪听了之后很感动，但是他并没有任何要求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朋友们都要走了，袁宪把他们送到村口，然后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，看着磨破的脚趾，最后还是决定脱了那双破烂的鞋子，提在手里往回走，心想还是省着点穿吧。有一回他的同学子贡来看望他，问他，你是生病了吗？袁宪回答，我现在是贫穷，并不是生病。后来他的老师孔子在鲁国做了官，就请袁宪来当家臣，并分给他900升的稻谷。在袁宪准备谢绝的时候，孔子说道，不要客气，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分给你的乡亲和朋友们呀。袁宪想了想，也就接受了。小朋友们，故事讲完了，你们有什么感受呢？是不是觉得袁宪真的很穷呢？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那就对了。千万不要说他物质上很穷，但精神上很富有，这种虚伪而狡辩的话哦。袁宪的生日到了，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带着礼物去给他过生日，可能是他们之前谁都没有去过他家，所以都不知道他家在哪里，于是就一边找一边打听，最后终于找到了。但他们却都感到非常难过，因为袁宪家的房子实在太简陋了，简陋到让人看了就悲伤。而且袁宪的衣服、帽子、鞋子也都很破烂，这让他在大家面前很尴尬。他是如此的贫穷，可是当他的老师给他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时，他竟然想要拒绝。小朋友们，贫穷不是错，但是已经穷到底了却还要清高，不愿接受别人正当的帮助，那就有点太不可取了。关键时候对于别人的正当帮助，应该能接受就接受。小朋友们，记住了吗？